抽着工作之余闲时出来玩玩啊。这个广场上有打太极的，有跳广场舞的，还有玩轮滑的。天气冷的，这个广场上的人少的很多。如果是在夏天的话，这里会有很多人的。这是在苏州的活力岛广场上面啊，我们看这个，因为天气冷的，这个摆摊的人很少呢啊。如果在夏天的时候，这里人很多的。